今年68，杀猪宰羊是老行家，别看他年纪一大把呀，起早摸黑他的干劲儿大啊呀啊。清早过山去干啥？赶集卖肉喝早茶。我听说山里头有豺狼啊，嘿呀咿呀咿呲哟，单身一个人你老怕不怕啊呀？哟，真的来了三只狼啊。坏了，缠住你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对，扔个猪头，这叫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啊！快溜吧！怎么再扔副猪肠子啊？哟，像条纸袋子嘛。缠在身上了。耶，这是怎么个吃法啊？肠子猪头都让大灰狼吃了，还有两只狼没吃到呢，他们会饶过你吗？你看，不是追上来了吗？
对，爬到树上去躲一躲吧。哟，你倒定心呐，在这儿抽起烟来了。树下还有两只狼等着你呢。嗯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，钓狼，有意思。人家姜太公钓鱼，你张老汉钓狼。哟，真钓上来了嘿，有办法啊。还有一只狼没走呢，你准备给它吃什么呀？啊，你的东西不是都丢光了吗？对，摘个毛栗子给它尝尝吧。碗里的肉都喂光了，你以为狼会放过你吗？不，他们还要吃你人呢。对，举起棍子打，打，打！狼爪子进来了，把它紧紧拴住。哟，狼头也钻进来了，给他一刀。啊，你还等着呢？对，用火烧死他。智勇双全的老人家，力敌三郎本领大，哪怕那豺狼多狡猾呀，嘿呀呀呀哟，临危不惧就能够战胜他。啊呀，丢了猪肉换来狼皮，这个买卖真不差，一张狼皮做褥子，嘿呀呀意思哟，一张狼皮做件皮马褂。哎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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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